大家好，我们在一间什么业的餐厅，这一间的餐厅是一间老店，它的餐厅的名字叫新大马海鲜饭店，而且这里他们有著名鱼小羹啊、猪脚酸等等。我们点的茶是香片茶，还有呢，他们还给我们一些配料来拼饭，这样子更加。现在呢，我要介绍那些菜，例如洋葱煎蛋，而且这里还有热辣辣的咖喱米虾，也就是我们著名的鱼飘羹啦、啊。这样。